你给我看这机关证，嗯，啊，那个三金对象他爸妈啊，裹着机关证叫我郑猛啊，我不知道啥意思，你给我看看。那你这挺好了呀，姻缘姻缘，谐音呢就是姻缘，寓意呢是美好的姻缘。你这个六块也比较好，六六大顺，比较适合这个结婚。这说明他父母非常满意你啊。现在都把我整懵了，是咋回事吧？那你讲。我是一直在外面打工工作嘛。啊。这不是离你过年了吗？然后相亲的都开始相亲嘛。嗯，俺那一个规矩都是看上了，嗯，当时都给你2000块钱红包。啊，上见面礼。对。啊。然后当时他爸妈看着也就是直接都说了，可喜欢我，相中我了。啊。相中我嘞。这给2000块钱现金没有，给我这六块，这叫我一下子整懵了。这个东西嘛，我也知道啥意思，因为从小俺奶给俺妈，我就小时候戴那脚镯子，还有这个手镯子，别人好像戴都找这东西打嘞，这都不值钱。用这个东西打金手镯啊，确实有老人觉得过去的银子含银量高，这个大头的银子好，它不会发黑，现在的银子会发黑。用过去的这个银子打金手镯啊，第一银子好，第二辟邪，确实有这方面的说法，但是没有科学依据啊。你家里所有的银元全部打成金手镯了吗？应该是。现在还有吗？现在肯定没有了，那我小时候都早了。嗯，那太可惜了。这可惜啥？这不值钱。关键他们那叫我办事叫我郑猛啊，到底是想着我了还是没有想着我？他要想着我了啊，他有啥不给我现金呢？给我这几块肉，是不是他家里边穷的？我嫁给他可不是说受罪的啊！我毕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啊、啥的人和事我没接触过，是吧？最起码我不说嫁入豪门嘛，啊，最起码有车有房，这最基本的嘛。嗯，那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现在啊，男多女少，确实有车有房是最低标准了。本来现在女的嘛，女的都是金贵，金贵的。男多女少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对对。还有一个可能是啥吧？嗯，他是不是没有相中我，又没有给我直接说，故意搁这恶心我嘞？那我老娘还看不上他嘞。你这个可能误会了。是这样，姻缘啊，之前确实有不少人去用来打金手镯了。说实话，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打金手镯啊，太可惜了。现在姻缘可不是你想的那个价位了。现在最普通的大头啊，大头的年份有3年。8年、9年、10年，其中8年最贵，3年、9年、10年普通版的话，无伤无错的话，能给你收到1200一块。1200吗？对，1200一块。你之前用来打金镯太可惜了。如果是8年的情况下，一块最低得顶3块这个普通大头，因为8年最为稀少。我大概都看了，你这是4个带伤的，2个不带伤的。带伤的话，我能给你估到1100；不带伤的话，能给你走到1200。这整体算下来的话，7000多块钱了。7000多吗？嗯，对，你可能理解错了。现在姻缘还分版别了，还涨价了。那你听你这样说，我感觉到我误会那个男方家了。对，美女，现在姻缘还分版别了，还涨价位了。这个价值啊，绝对不止2000块钱，6000-7000块钱了。你可能误会他了，说明啊，他对你这个还是非常满意的。那我不是不懂吗？那回家好好处不懂了吗？对对对，碰到不懂的呀，多学习多问，不要先发脾气，好好相处吧。那中，那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没事。